从小到大，我不是被欺负，就是被排挤。不过这阵子跟你们一起做报告，觉得自己终于交到朋友了。是哪一位同学临时加入你们那一组的？就是他。我们这次要报告的主题是从电影《魔球》看。抢走就算了，报告都偷走。稍息立正，我爱你。中式东森联合献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之乔乔乔，记得要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支持稍息立正，我爱你哦。